清酒错了，清酒错。
我们的新郎新娘在恋爱的路上留下了许多甜蜜，许多回忆。我想问一下，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新郎新娘的甜蜜和浪漫？想不想知道？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新郎新娘呢，是昨天的伴郎和伴娘，今天这个伴子没有了，成了新郎和新娘。但是呢，他们从此以后将陪伴在一起，度过他们的幸福的生活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请我们的新郎给大家讲一下，你们是怎么样从伴郎和伴娘成为今天的新郎和新娘的啊？大家说要不要听啊？九月九号，我们的一个同学，就是这边的那个同学，在他的婚礼上呢，他邀请我做他的伴郎。那么到婚礼的当天呢，就是我来到新郎的家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突然他婚礼一开门，进来了一位小姐，就是说是我们的伴娘。那么这一天当中呢，我们两个人就是说围绕着当时的新郎和新娘转了一天，从早上转到晚上。当然也就是说开始认识的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到了，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新郎新娘用心来宣读他们的爱情宣言，请我们的伴郎把爱情宣言来扣上来。